这张专辑就是跟台湾同步发行，然后就是其实我昨天就来了，所以呢，其实我在台湾都还没有办这个专辑的签唱会，然后反而是这一次就留给新加坡，所以你们真是太棒了，我现在很开心，<笑>所以也谢谢这边的公司唱片哦，因为很用心，恭喜得奖，谢谢，好。 那新歌刚那首是五月天的《阿信帮我写歌》，然后也是五月天制作，所以这次制作也发现了很多好玩的，还有他们的一些小秘密。希望就是以后能够把他们的 band 请过来，然后再唱业务碟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OK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唱这首歌就比较抒情的一首歌了。那这个歌是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有那种 纯纯的感动，就是很像我听到这个歌的旋律的时候，觉得听到就很像回忆到我的童年的感觉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很可爱的歌，然后有一点青梅竹马的那种爱情的感觉。希望大家喜欢，林夏，谢谢。 心里头有些思念。
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，知了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，宁静的夏天。有些问题哦，哎呀，那刚刚不就听到杂音了？有吗？还好没有，还好，因为声音很完美，所以那个杂音都盖过。真的吗？我们再次谢谢梁静茹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梁静茹。谢谢。昨天呢，新加坡金曲奖2004呢，梁静茹获得了一个奖，请问这个奖叫什么？你们知不知道？啊，是区域最受欢迎马来西亚歌手。哇，厉不厉害？厉害的话，掌声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嗯，谢谢大家，对，蛮开心的。是，然后其实，在9月9号的时候就发了专辑，啊，10号就是昨天，对，昨天发专辑，啊，然后可以介绍一下。你还没病好，你记错了。对，还没有病好，真的。对，因为重庆我知道他就是生病了，还来帮我主持签唱会，谢谢你。不会，抱病上场，偶像，一个掌声。谢谢。